最美木雕师，赶快拍起来，就这三秒，所以。像我知道你喜欢做手作，所以呢，我从沉香导游网站里面找了一个手作体验活动。啊，你很贴心哎，最知道我喜欢搞东搞西了。对，感觉你会做的很棒。哇塞，好哎，那我们赶快进去做。嗯，好。哎，老板在这哎。对啊，老板你好，老板。哦，好好，你好你好。我在沉香导游那里面看到呢，可以预约手作体验，这样子。哎，我们是体验什么？是体验这个吗？这不是呢。哦，感觉很厉害哎。我们这边工厂是主要是做木雕的为主，对，做木雕为主。木雕师。对，我是木雕，对。好厉害哦！像我觉得那种金工师啊、手拉胚啊、木雕师都很厉害，他们可以把一个很平凡的东西，化腐朽为神奇。他一开始就长那样吗？一开始就是原木，就像我们这边看到的，这边看到的原木，好厉害哦，要圆形的原木造型，这个就是给它一个真的一个造型。哎，那我可以试试看吗？我国中的时候，我高中的时候是广告设计系的，广告设计有一点点相关。啊，可以啊，踹看，像这样的话，像这边，我这是转角的地方了吧？感觉每一步都要很精准哎。对，就是工作的经验了，来，我试试看。我用我高中的经验试试看。好，手再抓刀手一点，对。这边对吗？最美木雕师，赶快拍起来。就这三秒，所以这感觉。还可以。如果来你敲敲看，如果不小心就是做错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就是往下再缩小比例，再可以做开，可以再继续做改变。这里有个突突的感觉是，我把它弄平，试试看。好。那个拇指收下去，免得敲的时候敲到拇指。好。我现在有点紧张。再角度再起来一点。这样。对。刀刃才有碰到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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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不太适合他，因为我很怕，你知道，我就手作部分有点是我弱项。那手作在哪边可以动？在你们那边。哦，好，我们不太适合这种啊，我们来一点简单的。对，我们简单的。